哇，为什么有人一直喊我用丽莎爬山，而且还必须是日语版？不是国服丽莎不行吗？九个多G，我干什么不行？我看我硬生生就给下下来了。我倒是要听你，你们到底让我整什么东西？没有声音，不是，我说没有声音啊，这有什么好听的？你们就骗我那。最近我的主线进度越来越快了，一个已经做完了，然后遇到了一个叫做戴因斯雷布的人，他跟我说了两个半小时之后，我就来到了这儿，主线副本，我带上了我最好的阵容。世界孤立我人。哎呦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我是带着烧鸡上战场的男人，睡觉是吧？别睡了。等一下啊，这你们看这个伤害不高，但是那是直播的时候不高，现在是视频时间，我在自己的视频里面做剪辑者，这一期我想当个一拳超人一命通关，这组不过分吧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，哈哈，抓瞬即逝。哎，这一期我死不了了，因为无论遇到谁我都会一下直接剪到他死，我操，原神无敌版啊，这啥玩意，我感觉不太对，我先躲一手啊。我悄悄地观察一下，根据他爆炸的时候判断，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水球，只不过是加了一层紫色的颜色，看起来恐怖了，但实则也顶多是把你休息了延缓通关时间而已。哎呦，笑了，是你的一斗爷爷来了。问题不大，白让我紧张了这么半天，真的就是个水球，而且接下来还没有了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背景音乐为什么搞这么恐怖的原因。宝箱漂亮。接下来是谁 ？BOSS 们快出现，转瞬即逝！我就是你的一斗超人。前面有人，我操！这个姿势，他在对什么东西祈祷吗？那是七天神像？为什么七天神像这会被这样倒挂？哎，我们快跑！这不对吧？哎，不是。不是，你这什么地方，你好歹 boss 出来人啊，这什么，你一直前是好家伙，不是，要死，麻了油要没了，哇，这设定什么意思，你不能因为我变成了一斗超人，你连人都不出现吗？你打这个，哇，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一丝丝反应都没有，还在质量写，哇，有什么机关，什么机关啊，指示标，哎呀，刚刚方寸有点乱， UP 主平时不是这样的， UP 主是一个很沉稳的人啊，但是问题不大，一斗在前的大里面也是回了三分之一的血，接下来还有诺尔加血，应该是足够。哎，又是这种加了紫色滤镜的水球，旁边还有那种能够让我躲避的地方，感觉这一关多好，有点掉智商，就是感觉解谜不像解谜，战斗也半天没有，这水球谁还不会啊，哪里不太对吧？哎，我他喵的台子呢，哎呦，我幸好还可以爬啊，你干啊，死不了啊，死不了，那惊慌些什么，你只需要躲得好一点，他总是会有一些空隙的，合理规划体力。屁股朝天。快，没事，死不了，根本不怕，临城门好吧。哎，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城门嘛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机制了，这一次一变成功，追不上我，我明白了，我得先躲下这三个的，等三个的先过去，而且一直跑挺傻，应该和利用旁边的小格子，好，你看应该来这儿的话应该还掉不了，这个距离大概有5米，冲刺一段起跳，然后加上空之翼啊，也肯定是不够的，但是如果说能够合理利用下这个泡泡，用泡泡抬一下高度，你猜会不会化险为夷呢？反正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人生在于拼搏嘛，就现在起跳。3、2、1，起飞。快记了，怎么说呢，本来呢我是不想借助一些外物的，但现在我觉得这道菜就是为了这个关卡而存在的，首先测试一下这个东西的碎裂时间，做到更加心中有数。
然后三个的已经过去了，加个盾，摔下去也死不了。这个只有一个，直接不用管，从旁边冲。操你这个羞耻啊，妈胖的妈啊啊啊！我是一点都不理解啊，兄弟，刚刚这个角度你怎么碰上的呀？哇，有盾应该死不了。那、这是什么机制啊？哈哈哈哈！三个的一过，我也是，后面三个哈，继续过，只能用这种机器狗的办法了，没办法，不这样的话根本过不去啊。就从一个格子到另一个格子了，啥也别管了，什么帅气冲刺什么的先放到一边吧，一定要文件。我真的踩到你了吗？哇，真的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势是一个夹角，看起来大概有30度左右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地势的上方，上死向底跳，往上飞不行，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原路返回的话，是不是毫无难度？三个的一过，可以飞回来。哇，两个冲过去，前面有三个，不要着急，完全不要着急。好，三个都过了，不要踩到下一个地板，下面都两个的可以过，又有三个的，继续等。这不是一场速度的游戏，这是一场耐心的游戏。好，还可以过，已经近在咫尺了。好，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，现在过，过了。过了，终于过了。接下来不要再有什么阴间的东西了，好吗？接下来不要再有这么阴间的东西了，进剧情了。应该接下来是单纯的打架，我从未觉得打架原来是一种轻松的事情。好了，你不必再说了，我也不当一拳超人了。刚刚在冲刺坡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些挺有意思的吃的，加攻击力，加防御力。那么现在我双手吃菜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，爽！如此力量，什么意思？似曾相识。我刚打你两下，你进剧情说先不打了。哎呦，这剧情是……啊，你怎么不能看？你想明白了一些东西就不打了吧？我吃了那么多菜，我你……哎呀，你！操！嘿嘿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也是这个账号陪大家的第一个生日，很开心今天做了这个账号，给摩天峰找了一个好兄弟，然后遇到了你们。就是摩天峰有点惨了，第一长子的地位都不保了。不打岔了，我许一个生日愿望吧，毕竟听说生日许愿都挺灵的，不过得悄悄的许。那这个愿望就送给我的所有粉丝，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开心，元神抽卡不白梦想都能实现，加油！